欢迎回来！你现在收看的是由网易暴雪主办、NewTV 承办的《炉石传说2016黄金超级联赛》夏季赛。你可以在斗鱼、熊猫、战旗、网易 CC、网易新闻客户端等各大平台观看到全程直播。我是毛毛。大家好，我是王师傅。大家好，我是安德罗尼。那么在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一剑夜行》对战灭神的比赛，以及《弱鸡》对战修行的比赛。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 X Hope 对战 Sleeping。这两位应该都是。我们民间大神吧，对，所谓民的间大新神的秀，选手对啊。是。但是其实今天是民间大神，明天就加入职业战队，就变成职业选手了。所以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曲线，对。反正只知道一点，就是他们都经过了很多比赛，是经历了很多比赛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16强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作为民间大神有个好处嘛，就是在他还没有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职业选手之前，就是大家对他没有了解。对，我也不知道这位选手可能会带骑士。对，就带了骑士，其实出人意料，而且可能会有些奇效。其实一般都是抓快攻啊，抓慢速的，就抓那种是战士、啊。恩佐斯乃奇的话，打战士胜率还挺高的。或者死鱼骑，也打一些后期职业胜率挺高的。是，这个是 Sleeping。我们看到 X Hope 的胜率还是非常高的，有点夸张啊。这位高的也挺夸张的，对，也挺高的。不过他的卡组应该还是比较传统的四件套嘛，这个应该是传统，跟之前灭神和夜行一样的吧？应该是经过大家分析以来，这现在打比赛最稳，然后也是较为稳定的四套牌，最不怕针对的四套牌吧？是 ，Sleeping 今年才18岁，刚上大一吧？哇，才18岁，对，跟我差不多。那两位的胜率也是都非常的高。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是，其实我们现在感觉，其实刚刚跟职业选手聊下来，职业选手也比较怕碰到所谓的民间大神，因为要个合照自己就走了。对，而且说不好你不了解对面会很了解你啊。我会比如说我今天要去打面试，我会经常去看他直播，对吧？对，就分析一下他的这个。哎呀，所以有些时候我打比赛就很有压力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 X Hope 的赛前采访。还算是。比较正常，我感觉，晋级16强的话，应该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前面研究夏季赛的对手啊，然后包括研究自己的卡组，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但是晋级16强之后的路嘛，我感觉有可能有点困难。当就刚进入夏季赛的时候，可能同组的人对我不是很了解，我用没有对我做针对的话，我可以用我擅长的卡组来出现。但是到了16强之后，他们对我做了针对，我就很难继续用我擅长的卡组。其实小伙子不用担心站台针对这个事情啊，大家这个版本针对太难做了，主要是大家还是用出自己擅长的卡组就可以了。对，最擅长有哪套卡组，比赛的时候用出来就可以了。啊，一个半战士，一个半的术士。哎，他这个反而是不搬战士搬术士吗？对啊，这边他带了骑士，他肯定就不搬战士，对吧？对，应该是这么想的吧？是的，而且一般来说，不敢不搬战士的人，一般都带了软。看了黄金赛以后就感想。对，而且很多人都是三套卡全部带软，是，就是、有的甚至两大小软都带。对，就一般现在我打骑士的话，都会带小大小软全都带。因为一方面骑士缺过牌，需要他一层补一补；一方面两费没什么战场生物，带个小软感觉很完美。那如果这个 Sleeping 如果是比较有经验的选手的话，应该也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其实没法防守，软这个东西对该吃还是吃，对，就吃掉也没办法。而且现在战士也没有那么怕软，说实话，就前期如果我两费的没事干，我挂了一把小斧头，然后你正好伤了个软，那是比较伤一点，其他情况下都还好。奶奇恩佐斯奶奇吧，这个骑手已经算是不错的骑手，换掉一张竞技治疗可以了，换掉一张竞技治疗，战利品的话考虑考虑。战利品我觉得留吧，因为奶奇的话两费基本上最好的生物叫做末日。末日，就有梦想的话就换掉战利品，没有梦想就留一二，因为可以把战利品换一张严肃师啊，或者末日啊，平等啊。但是你万一抽来个斧钉什么的就尴尬了，我觉得求稳的话也难得有一张二费的生物，有二费生物不留的话你别带了吧，对吧？留，那萨满的骑手的话，应该是就留一张一费，其他全换。我觉得这个城管是要留的，城管四费准是下一个。城管就防四骑士。对，而且对方如果上一个什么2、3、4的话，你也可以考虑城管掉的。史蒂芬这个萨满不是纯的打脸杀，带闪电风暴的，那就是带6费5的，可能带对。现在比较流行这种变速萨满嘛，他把奥尔多也换掉了。哦，他把奥尔多也换掉了。炼金是个黑科技，是炼金可以解末日。
还好对面没有末日。是这个节末日真的太厉害了。但奶琴应该都会带一个末日吧？是的，后期是肯定有用的。应该是带两个吧？肯定是两个末日，对。对，如果他后期就是在某一回合的时候炼金还是有用的，不过一般来说奶琪的末日也就两费三费的时候比较重要一点了。哎 ，Sleeping 虽然他是一位新秀啊，但是他也有一些套路嘛，明明只有一个一费的，考虑了半天。那分流，分吧，分流应该是最好的了。对吧，把这关掉，看一下场面，想想拿哪一个呢？对，场面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看一下吧。看了半天，我们还是要拿分流的。其实两位选手还是非常重视这次比赛的，我们从刚才的三节采访也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觉得 XHOPE 其实信心特别足啊，他说进十六强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XHOPE 说了嘛，他对所有的选手都有所针对，有所了解，准备功课做得非常、非常之充足，非常到位。这里还是挂机比较好，下回可以硬币上一把奇杰之刃。对，现在有一些恩佐斯奶奇也是为了让骑士多几把刀，带了一把奇杰之刃吧。一般都带一把，就顶多带一把嘛。对，嗯。可以考虑考虑分流吧。我觉得从打脸有点，我觉得真的可以打脸，就直接换自己的一三打脸。我是个打脸赛，我考虑考虑啊。这个相当于一个叫嚣来用了吧？嗯，等于说炼金师打出了一个叫嚣的效果。是。因为你一个一三的话，骑士可能会不怎么管你。你抽一口的话，我感觉有点拖节奏。作为一个快攻，抽一口的话特别拖节奏。而且你上了场上，你上了这个炼金以后，场上是五点场攻，对不对？五点场攻，两费拍个末日，我还是可以解。对，上吧。这个角度讲的话，我还是上吧。赞成快攻，我们就不等和末日的。是，就如果有能换末日最好，换不到的话还是得上。战利品吧。那这里的话，想一下，战利品能换个二。我觉得战利品就可以了吧，就如果对方那个两费正常上个怪的话，战利品可能有点弱，但是场上一个二一个三一的话，战利品正好可以换掉一个。我想那这边除了战利品还有别的选择吗？还有选择硬币上刀嘛，硬币二多位是一三一也是可以的，是三个选择，但是正常情况下来还是 上那个二一比较好。想一下吧，就是还有一种真的是二多位是一个一这样一打二，但是对方只要一张闪电剑或者一张石化，就那你这就 你如果上二多位的话，就等于让你三费只能去上那把刀了，对不对？对啊，那你三费上了刀以后，你四费这个手牌就比较尴尬一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来奉献了。啊，就那这样打的话，就属于把命运交给右手了。不是因为打快攻嘛？嗯，这个时候明显看上去是二多处理起来最为好，希望没抢到太多的血吧。要不然抢太多了。是，那这边上一个放中间看看能不能有一个火蛇。哇哇，那结了也是自信啊。那七阶之刃砍掉火蛇，是现在就顺出就可以了。奉献来了吗？哎，真来了。那这奉献有点厉害啊。奉献可以全解。是的，但他现在没有禁忌治疗，血量还是有点少的。这边叫嚣直接全上了，我觉得应该不会去防奉献吧。应该不会防，全上了，防不了。这个场攻是四加五九点，打完还有十六点，再加卖脸还有十四点，够了。不用担心，交给我吧，过来好好打一架。还想玩？那这一下打下去之后，还是疼，还是疼。砍一刀奉献，下回看能不能科多吃掉一个对方的生物就可以翻场了。倒是萨满这边现在手上是没有生物的，他这奶昔的过牌带的比较苦，还带了苦痛。对。就又带二又带苦，一般这两张卡都要选一个。有没有刀？哇，有没有刀？要死了，还差一双，尴尬。他只有四分下回合，那我们摸禁忌治疗还来得及。如果没有奶的话，要骑大宝剑砍脸了。有墙、哎、可以，墙可以，墙可以。我这个墙会不会闪电风暴来？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砍两刀过了吧，砍两刀过了吧，对，砍两刀吧，还是得这牌过得不太好，他这套还是太变数了一点，就是手上，火车上，火车可以上，他带了双火，一个火车，对，火车肯定可以上，是，给自己多回合数嘛，你要那就真银圣剑砍掉，再上一个战利品 ，OK， 嗯，赶紧去过奶，
没奶。赠一圣剑加一个战利品，下回过两张，只要有一张禁忌治疗就够了，就翻了。那这回来一张石化就死了，闪电剑，闪电剑也死。哦，闪电剑还闪电剑也死。抽一口，没用。这套牌就是太变数了，是，如果你是一个单纯的需要伤害的时候就没有了。对，如果你是一个单纯的打脸煞，应该就打死了。那上个墙砍脸，他还有一种选择是电疗吗？电疗不太好吧，对吧，是叫嚣也上了吧，砍脸吧。他冲锋罐好像就一个了，就另外一个银色骑手。对，但每回合被这个萨满摩四血还是挺难受的。现在还是叫杀嘛，他随时过到石化武器闪电剑都赢，就很多盘能赢啊。光明大龙是可能上不去了，他现在需要先二一撞一下五五吧，过一个墙，过一个法术禁忌治疗是最好的，过一个奶神，严术师加禁忌治疗正好。城管，城管，那城管砍掉，然后再换掉，再爆，再上两个苦痛吧。对，再上个苦痛。那要看能不能活到下回合了，但是只要抽一伤，我觉得他死定了。好像已经死了吧？没有，已经死了。九死了。哦，已经死了。对，已经死了，因为他还要掉一血。严术师呢想提点场功，但是来不及了。打脸他还是比较糊的，骑手，骑手抢到太多血了，主要是，而且骑士没有奶，也没有摸到。是，就卡组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一张圣疗、两张经济治疗加一个光螺丝的，但是他这牌组带的过牌比较多一点，但是还是不太好打天狐。就现在骑士的话，主要就是不太好打天狐的对手。就这种天狐萨满，换做哪个后期职业都不好打。对，就天就控制卡组的话，现在对付天狐的人有点差。就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两副有个末日嘛。嗯。但是我们先看一下 Sleeping 的赛前采访。好。晋级完是非常开心嘛，就没想到能在这个小组的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我第一个要打的对手是 X Hope 嘛。他我是有一些了解的，但这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他的卡池比较深。然后武藤游戏的话，之前看到他好像也是比较像比较偏控制的一个选手吧。他奇迹贼好像奇迹贼玩得很好 ，Brace 就更不用说了，春季赛冠军系，就希望遇到他的时候我能好运吧。啊，他还是对于很多选手也是做了相对很多了解的。是，对，就先多奶一口嘛。大家都很厉害。但是我拿我夺冠，但是我比你们厉害那么一点点。感觉这选手气质有点像 Zoro，有点像，对，很谦虚。那他的萨满首先跑掉了，还剩下一个战士和法师，不知道这个战士会不会被，我倾向于战士还是龙战，还是龙战，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像 X-Hope 既然放出战士嘛，那肯定是稍微他先带了骑士的话，我感觉骑士其实现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稳吃的对手啊。嗯，我们刚刚在骑士里面没有看到软，其实应该是没摸到。其实现在骑士打客战还真没那么稳，对吧？不太稳。打客战的话，一定要带个图哈特。对，不带图哈特的话，其实你恩佐斯那一波再留一个乱斗就可以了。就客战可以最后靠那个。就客战其实，反正没有什么优势吧。对，确实没什么优势，就一定要带图哈特才有优势。这是一个龙战，有末日骑手非常好。嗯。龙战的话应该是全换的，奥尔多卫士我觉得可以考虑。我是觉得严术师都可以留，严术师还是不要了吧？他没有，你是想过平等吗？我是想等平等啊，因为你其实现在尴尬的地方就在于你要清场的话，一定要两张牌。嗯，但龙战士他其实铺有末日在也铺不怎么铺得起来啊。对对，其实不太好打龙战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刚打嘛，昨天晚上我用玩了一晚上这个骑士，然后碰到龙战，主要是你一波 A 的话 A 不掉。他一般就想两个怪两三个怪，对吧？应该是二费没有末日就难打，有末日还可以，是有末日就还可以稍微可以抢一下节奏，但在这个手牌的话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没那么好，而且他上个暴论框只要你没有大宝剑就很难受。你看他末日能解两个问题就不大了。嗯，末日好像真解不掉，这边解不掉，你二费上他下回抽把刀就能解了。对，要抽一把刀或者抽一个冲锋龙战士不行，没龙了，因为你把帕克下了。对，抽那个斩杀也可以吧，这个其实我还是看好骑士的。看，我看下一张牌。对，我还是，我现在还是看好龙战。我先看好骑士。好，骑士末日无敌，然后下回合摇个报告，这边就很难打了。那上个帕克了。嗯，帕克你要上。然后我上个末日，就看这个末日能活吗？能活，骑士就稳了。
你看郑云圣界都来了啊，这个大宝剑抽的还不错，解不掉。我宣布这个龙战走远了。那么确定？确定。他一把郑云圣界砍你两个生物，龙战手牌都没了。是是是是，现在其实优势大，这把大宝剑很关键。两把郑云圣界，强血都没什么意义啊，对方有禁忌治疗在手。但是还是库卡龙冲脸嘛？库卡龙冲脸。对，从费用。还有一种选择吗？有吗？没有吧，食尸鬼不好。库卡龙冲脸吧。他郑云圣界一下，龙战士就发现我上什么都被一刀。是，然后还有第二把。但是龙战士还是有机会的，因为骑士这个手牌目前没有过牌，都是靠抓的。有一套清场式，但是你等骑士过到一个光明大螺丝，是，这里应该就是库卡龙冲脸了吧？还有一种就是上食尸鬼，不要吧，这个才一个报告。对，反正都是一个大宝剑的事嘛。而且他可能考虑到这个，万一对方那个奥达曼自己把你那个四三解掉，他觉得有点亏吧，可能。但是我觉得龙战这种卡组打骑士的时候还是要抢，就是。凶一点，对，就不要想着去防太的东西，比如你我们是一个打脸卡组，不是控制的，控不过。比如说你要去防那个奥达曼的话，你这个解掉一就有点傻，是吧？是。哎，我觉得他怎么都是上库卡龙，你要怂一点你就接上吧。他可能多思考一下吧，思考一下然后冲脸。真银圣剑，骑士现在根本不怕卖脸，有禁忌治疗在，还好几个呢。对，相比上一把来说，这把简直奶量充足。哇，双禁忌治疗加一套清场，现在优势还挺大的。那这里的话，上两个怪吧 ，Park 加，食尸鬼加 Park， 食尸鬼 Park， 可以。还有别的选择吗？上避难龙让对方砍，有点蠢。对。这边清掉长。但是骑士这边其实还是很好，骑士应该不会再卡手了吧？你看，还是挺卡手的。但是那这样吧，砍掉换刀吧。砍掉换刀，我觉得砍掉换刀，考虑考虑啊，要么就过牌，要么就砍掉换刀。对，两个选择。砍三三吗？还是砍三二？砍三三啊！砍三三，三二可以被奉献掉。对，砍掉换刀也行吧，过牌也可以，过牌也可以，对，过牌也可以啊，其实都可以这一手。科多战利品啊，还能上一个上个战利品，正太完美了。对，那这边就蓝龙点一下。蓝龙点一下好亏啊！上个墙转个甲打脸怎么样？好好主意，还是蓝龙点一下吧。这波不亏。好。那两个对两个怪气脸还挺疼的你。哎，大宝，这个谦逊抽的还不错。真银圣剑加一个战利品，哇，战利品又来了。那砍了蓝龙，哎，你看现在血量其实挺低的，无所谓啊，有谦逊，两个禁忌治疗。这样下去的话，龙战士的手牌为了抢血就大量浪费了手牌，骑士的牌越来越多。库卡龙加暴乱，这里应该他会上九九，应该没什么意义，要不三加四怎么样？三加四走脸，对，三加四走脸可以，不要上九九了，明显对方是个骑士。什么谦逊啊，什么打骑士的话，也就什么吼爹直接激怒冲脸，然后还有那个大螺丝这种大怪比较有用。我倾向于三加四打脸，上墙是上墙保一下这个 Park， 可以的。上墙了，对面应该就会 A O E 了吧？上墙的话，我们先想一下，直接帮骑士想怎么打吗？好。上墙的话就是三个生物吗？上墙就平等奉献吧。不，谦逊科多，然后、哇，他要保墙，他要保墙，那平等奉献肯定不错了。我本来在考虑就谦逊科多，然后砍暴乱，然后二一换三二，完美解。光明大螺丝很强。哇，他这套奶骑竟然带了两个大螺丝，其实我觉得他是为了打快攻。这套牌应该是 K 神的版本，这个 K 神是带那个三费的刀，也带大螺丝的，应该是会想打后期。对，带大两个大螺丝有点卡，然后他还带恩佐斯，就是后期能力其实卡组挺厚的。如果想一下交平等奉献怎么样？
我觉得焦平的锋线也可以啊，真的可以，确实可以，因为后面我解盘还有一个大解，对吧？就谦逊加科多是一个大解，谦逊科多留着解九九或者解解更大的怪更好。这里的话就平的锋线，平的锋线我还能留把刀，下回罗斯。他选择谦逊科多，那再卖四血，反正觉得下回死不掉。卖五血吧，啊，四血四血。四血科多是不会，其实还加两血嘛，等于卖两血，是三血。这个时候龙战士铺不起来场，我觉得焦平的锋线真的不错。交完科多以后，我觉得上个九九没什么问题。对，九九加变身，先变身吧。嗯，这里拿什么呢？过牌射箭都可以吧？射箭吧，我觉得上历史角来看过牌好一点可能。对，他从他的角度讲可能会拿射箭，那变脸吧。那变脸吧。变脸还是转刀？变脸吧。费用好像用不大完啊。费用还有一费。嗯，化脓加那个九九。啊，这里可以 A 一波了。嗯，手上就一张牌了，平等奉献，但是没有大怪了。不过这里只能 A， 因为九九太可怕了。平等奉献解了，对方已经没牌了。我感觉从这个手牌来看，来个死亡之翼好像有点机会。死亡之翼有机会没有啊？我觉得你死亡之翼对方禁忌治疗或对面光之光罗斯就可以了。也是，对，最后还是你还得期待我上面。对。转报告，这个变脸不错啊，能解一个科多，然后奶拳抓到了啊，这套 A O E 很正，食尸鬼神抽，哇，不错，那、啊、这一波其实还挺疼的，那上光之光螺丝就可以了，上光螺丝奶一口，十六血，十六血七点场攻不可能死，安全，嗯，这光螺丝对面还不好解，要变脸解，是变脸直接咬一口光螺丝，直接打脸好吗？再解光螺丝怎么赢啊？光螺丝。好像没有其他选择，这里抽个岩术师倒还不错，可惜没有。这里战士如果要斩杀的话，要至少两张牌。哎，他手上拿个什么东西？好像是一个袋子、手套，是他的帽子。啊、哦，帽子、哦、脱下来了。你上来戴的帽子，因为耳机太小了，戴不进去。上墙的话，浇一口奶，十八血。我觉得光螺丝特别稳啊，没有问题啊。那想想怕什么？什么都不怕。好像什么都不怕，就咬一口斩杀好像也无所谓。是啊，哇，这禁忌治疗有点怂啊。不过他多也无妨。他在防什么东西呢？我想一下。我在想他防什么？十六血防什么？十六血防什么呢？什么能打吼爹？吼爹也不行啊，什么都不行啊。是，这里咬一口那个光螺丝，其他全都脸。对，咬一口光螺丝，这个脸还是要卖的。不卖脸，不卖就骗自己了吧？应该卖一下吧？就你怎么都得骗一下自己嘛，就不卖脸是不想骗自己。当然，对方这手牌确实解不掉，你看他要给光螺丝奶一口，对吧？我觉得得咬一口啊。咬一口光螺丝，很可能他就自己奶自己了。他可能觉得你这里巴巴也要来解我场吧？他这里我上个螺丝，我怕什么？我上螺丝走脸。对啊，我上螺丝走脸。七八九九点场攻，确实没什么东西好怕的。就除非我螺丝打你脸也无所谓啊，像我是啊，我再上一个螺丝摇个报告就可以了。是，我怕死亡之翼吗？死亡之翼的话，你怎么都怕的。死亡之翼我有个墙可以单防嘛，强加末日嘛。对，对下回可以强加末日。是，还是上螺丝比较好。我想想，如果不上螺丝的话，是有可能会死的。就如果螺丝去解怪的话，反而奶不到自己的话。对，就很有可能对吼爹会死，螺丝会死。这我觉得不用去。那就大螺丝奶自己一口。他应该就是想上个墙，然后再奶那个大螺丝一口吧。啊，直接奶自己，保证螺丝奶螺丝也可以，也可以，其实也可以。是，先奶满比较稳一点嘛。对。啊、哦，这才是真正的绝望之奶。可以这样打，可以先猛击。看能不能过到斩杀。过斩杀，我觉得不如过一个怪。斩杀不好，没用了。这个时候我觉得龙战可以，对，因为可以套。我们知道龙战是一个抽一打一的卡组，他必然龙也交了一张了，也就必然龙的一回合抽两张牌，是猛击过一张，已经过完了。这骑士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既然敢拿骑士来打这比赛，一定是骑士高手。我记得他没下过几个王玉，那就牛头人，牛头人加末日，然后末日再摇个报告过了。这个末日一定解不掉，对，有抽斩杀也不可能解。
哎，蓝龙的话，等一回合吧。那要想好上什么能解。那只能等一回合了。斩杀可以解。就三三撞二三，然后二六七连，变个脸。对，只能让个先手了。对，因为你这个蓝龙交掉以后，你手上只有一张牌，下回有两张牌。你留蓝龙的话，下回手上可能有三张牌，其实也是两张牌，但是你接下来每个生物都很重要。他对面空场可以上个螺丝了，但是现在奶已经交了三张了。如果抢到血的话，好像有机会是吗？机会可能只有在10%以下的吧，赢的机会。抢不到血的，对方有城管，城管死亡之翼也没用了。是，严术师也上去打脸，赢的概率特别低了。小斧头终于来了。吼爹来了，那先上刀。走脸吧，走脸吧，走脸吧，走脸，下回来个监工，是只能走脸了。来监工也赢不了，来监工暂时赢不了，但是抢到血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他还有一个螺，还有一个螺丝呢，一定要走脸。现在不要想着去解怪的事情了。嗯，因为下回来个监工的话，加配合武器可以打一个，打到只有两血左右吧。恩佐斯吧，恩佐斯复活一个墙。其实可以啊，那他就放了一个枪，恩佐斯吧，要不然也没什么事做。想一下有什么其他选择吗？让我想想，这回合城管肯定是不能交的。对，就恩佐斯吧，这确实只能恩佐斯了。恩佐斯拉一个墙不亏啊。恩佐斯下回能叫杀吗？五、八，如果罗斯打脸的话，也许可以。对，打脸，打脸也不一定，打脸要两回合都打脸。对，让我想想，战士只有一回合的机会了。哎，人家明明死了两个，明明死了一大堆。是，你居然跟我说只能复活一个。我说强吧。啊，因为他六六的那张强没有来吗？那怎么打呢？死了，好像怎么都死啊。有什么办法呢？就算不计算螺丝的伤害，好像也没什么办法了。砍一个。好，认输了。龙战士这个卡组跟动物园还是有点类似的，你末日中断他一波节奏就好太多了。是，而且主要对那个末日，如果解不掉，如果解掉的话就炸了。对，解掉的话，他累积的优势就越来越大了。不愧是专门来抓这个战士的。对，他既然敢先出骑士，就是想抓战士嘛。而且这奶奇他可能自信打火药法也不错。嗯，对，奶奇打火药法还真是很好。但是主要是火药法会打的话，可以憋一波嘛。憋一波是有可能打死的。憋一波还挺困难的，因为你如果憋一波，这边战骑士不停上怪，你扛不住啊。但是骑士的怪太后期了，感觉。螺丝两个，那要到八费以后了，对吧？对。对，否定这张牌打火药法，有个问题就是，万一变猪或者变羊了，就很尴尬。火药法秘法宝典开一个变猪变羊，然后你恩佐斯都复活不了。对，龙战队打脸杀，打脸他起手四七七打龙战，打龙战肯定不留啊，还是不留？斩杀就没了，他在考虑留不留吗？我觉得没必要留啊。其实二三很尴尬，二三会直接被那个。哎，那龙战这边要不要考虑把这只龙留下来？太高费了吧？不会留吧？我觉得龙和斩杀。斩杀肯定不留吧？啊。斩杀不留，但是那只龙留不留？我觉得不留，不留。龙也不留。我觉得斩杀不留。对，因为六龙也不留。你是一个要先抢的手，就一二换掉留三。嗯。嗯，我自己打龙战经常遇到，其实我把高费的龙换掉，然后就再也没有龙了。那你没办法，你只能说自己黑吧。就你这个六费的龙，要什么时候才能下？就用它当一个龙的影子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其实我如果是萨满的话，我那个二三也不会留，我全力去找那个二三四，就图腾魔像。嗯，因为你打龙战的话，这个二三被斧子砍掉一般，然后如果被那个二三三冲掉的话就炸了。这边没有龙，但有二费小斧子，很强。这个骑手还是个狐的骑手。哇，葫芦射箭火冲。哦，火冲还是好一点，可以接场。那这边过不能上个两飞怪，上两飞怪下我两飞只能摇图腾了。
还是胜了。好，看这边有没有龙，有龙的话就赚死了。没龙也不亏，没龙就对，没龙也没有那么亏。而且下回合那个暴乱狂战是很强，是对方不好解，要交龙岩爆裂了。那这边如果不来图腾魔像，只能要图腾了。哎哎，其实也没有那么强啊。化雪暴乱狂，暴乱还是化雪加龙战士？那个是一个二三啊。对，不能冲锋。十二不能冲锋的话，我全员等一回合。那就暴乱把它砍了呗。对，暴乱砍了一个四四，你要怎么解？你要解只能熔岩爆裂来解。就如果下化雪加砍一刀的话，攻击频率更多一点，还是选择攻击频率吧，因为你的。但是这样的打法不灵活，这样的打法你一方面四费的时候只能上一个三，也可以。还有一方面，你把。因为对方只有两费，两费的话没有什么大怪了，这样确实也可以。他们两个都怕铺场嘛，就这两个都是打脸职业，打脸职业最怕的就是你铺一波，铺一波优势就太大了，唯美 AOE。 是下午还有一个黑衣腐蚀者，那现在上这个四七七我甚至可以看不见了，龙战已经累积到了优势爆炸了。对，你上什么没用，闪电风暴不好用啊，主要有一个暴乱狂，你怎么办呢？而且场上是三个残血以上的呀，这个东西可以无视了，全部打脸就可以了。哦，可以打他，然后打他，然后两个二姐吗？两个二姐了吧，这样暴乱狂更加强了。对，还防了波 AOE。哇，直接叫杀了，八加五加一。那么熔岩爆裂一定要解暴乱狂，这是一定的。熔岩爆裂解暴乱狂，解了以后就没事干了。下回上九九，直接崩盘。是。这是一场比较糊的龙战士对一点都不糊的特别卡手的萨满。对，但主要爱骑手还是要找二三四，就是萨满打战士不管他是什么形态的战士，你骑手一定要去找图腾魔像。对，没有图腾魔像的话根本就没有场。图腾魔像又可以防校服，又可以防二四三冲锋，就是这、就是最重要的东西了。他前期留一个二三的话，你就算硬币跳也很弱。史林平这个龙战士竟然带了两个六九九，可能不带诺森德吧。对，在六九九多了就少诺森德。对，这把确实还是看到龙战强在什么地方。就上一把打那个，完全没有看到龙战强在哪。打奶是一个末日直接压崩了，然后他后面该有的全有了，对吧？嗯，对。这边这个战士跑的真的是越来越快了，就一旦战士糊起来，真的是拦不住啊。战士是一个，你既然敢把它放出来，你就别指望他跑不掉的职业了。嗯。所以说现在大家都选择 ban 战士嘛，是我们那么多场比赛，其实黄金赛上面 ban 的最多的就是战士，基本上有战士必 ban。战士最强的点其实不光是那个两个二三三的冲锋，还有前期的小斧头配合化医学化脓和那个猛击的抢节奏能力，还是万能解强，就前期基本上什么怪都可以解掉。嗯、那 sleeping 这边最后剩下一个法师，火妖法吧，嗯，火妖法打脸煞。对方还有个术士，主要是，但是我觉得 X Hope 的策略不太一样啊，他把术士放到最后出，对吧？一般来说，现在动物园会第一个出，如果是动物园的话，他难道是一个宇宙术？他动物园如果出的话，其实三个职业都不怕呀，是，不管是龙战士还是达林萨，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慢速的宇宙术啊，因为他已经带了一套奶奇，很有可能还有一套慢的。那这个奥蛋你会不留吗？奥蛋可能还是会留吧，他没有硬币，所以这个奥蛋要打出去的话有点要靠三费了。对，这是一个随投流的火药法，四费还有水人比较少见啊。对，一般国服比较流行的都是不带水人的无水投版本，就是刚刚的那个弱鸡和灭神他们。这把是不是可以很快就结束游戏了？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太糊了，直接上一个三，上一个二三二嘛，然后闪电剑切崩了，永远都解不掉这两个东西了。下回火把打一个，再下回上水人。哇，图腾魔像，那还是闪电剑加一个侍从，下回可以上图腾魔像。嗯，关于四七七，下一回合不能下无所谓。我真的无所谓，我情愿上这个二三四。上在这边赶紧火把解掉一个。火把解一个，然后这边图腾魔像继续打脸，这边水人继续打脸，不管看不到。石化也到了，下回合再来把小斧子，来把那个。他可能在，我还以为他犹豫不决，想摇图腾。
应该不会考虑这个。姚杜腾也不是不可以啊，我觉得，因为上477这波很强。主要是你想不到对方会有一个水人嘛。是的，对吧？你肯定要保证自己。哇，又是一个魔像，那把水人解了，石化武器解了水人。对，石化武器给三四。想一下解不解啊？解了吧。解了可以保，继续保那个天师。对。可以。无非对面还不可能有 AOE。下回个天师再次膨胀到六攻。哇，这也太膨胀了。太膨胀了。那这里的话，碧蓝幽龙。碧蓝幽龙。哎，不行，太疼了吧？那血法奥战。血法奥战镜像。哇，巨石滩疼就疼，这不是一点疼。哇，我觉得全部打脸就可以了，这碧蓝幽龙不值得一解。你下午就这个一个一点法强能干嘛？我要解的话，我用三次和一来解你。不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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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锤子在手了，怕什么？下回合就敲脸了。我场面上血量那么高，不用解。下回合不够费用提锤子，不够费用无所谓。对，对是。四点七点吗？我反正肯定不解，我这个圣盾轮对方很难受的。就连我这么咸鱼我都不会解啊。是啊，就如果他解的话，他得比我还要咸鱼，他是有多咸鱼？想一下，就如果解的道理是什么？解的道理是一样能叫杀，但是你打就这样打脸的话，那个只要七七活着，我就一定能赢。对方下颚是六费，六费怎么把我两个全解了？好吧，我觉得解了也不是不可以。啊，对，可以可以。就选手作风偏稳健的选手就会解。可以的，没什么问题。那这里的话就上那个二三女巫，然后火球解掉，火把解掉，七七再打个奥弹，其他我就不管了。这奥弹还是很有可能只剩一个的，有可能解得更好一点。就两个法强奥弹呗，双法强奥弹吧。我觉得双法强奥弹，然后加一个定向，就是不加 火把了。对，风险还是挺大的。是，就这张七七给他留在双法强奥弹是五的话，我只要把两个一打死就可以了，我不要去想那六边两个就两边两个的事情了。那单法强火球奥单奥弹的四发，其实加一个法强也就多一发的。单法强不能单法强火球奥弹的，你就上不了镜像了。不上镜像，再卖一轮。哦，不上镜像啊？对啊，不上镜像，单法强火球奥弹。下回合有可能用镜像防住，对，他选择的是单法强奥弹，上镜像好像也可以啊，这样的话更干脆一点嘛。对，也可以。对，这样更干脆一点，还能防个闪电风暴。就闪电风暴以后死不死啊？火蛇，火蛇下去然后摇个图腾，对方血量就只剩下五点了。对，下回呼啦，嗯，所以就他要摸到闪电风暴就死了。对面是火蛇的话，无血好像还能活一轮。这肯定是放在中间啊，是一三和一一中间。我想他可能为之前的站位感到不太舒服。好，这边只能呼啦，没机会。下午秘法宝典开个冰箱，再下午开三个冰箱吧，开三个冰箱才行。对，开三轮，这里就不想了吧，呼啦。啊，有没有智商？智商没有、哎，这个抽的也不错了。可以把这个敲掉，把这个东西敲掉，因为下回合依然叫杀。是，求稳的打法。好，先过牌。过牌的话应该赢不了，除非他抽到自己的冰箱。再开个宝典投了。嗯，开个宝典吧。好，最后火药法打一个不知道形态的术士。嗯。如果是宇宙术的话，有雷诺火药法不好打吧？嗯，宇宙术其实打火药法的关键点就在于你什么时候抽到雷诺。对。这火药法给宇宙术找雷诺的时间会。有点长。嗯，对，他要慢慢继续他的爆发。但是火药法其实也有一种打法，就是起手天胡嘛，什么双法炎龙硬币天胡。不过还好，因为术士他还有那么多 AOE。就双火药法，就双法炎龙硬币起手的话，基本上要打到三费的话，你血量就不多了。我们现在认为 X Hope 的动物的形态应该是一个宇宙术、哦。我觉得我倾向于是个宇宙术，因为如果是动物园的话，我一定会首发。都是优势对局，我干嘛不首发？哎，有道理。
现在双方要准备一下。是，其实这个术士我们其实看到宇宙术在比赛中出现的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嗯，一般都是动物园。我跟你说，现在宇宙术打天梯就是吃那些客栈。真的能吃吗？能吃，能吃，不一定能吃啊，能吃能吃，看客栈基本上稳吃啊，还是动物园。我哦，这还是带一个这个，这是一套特别快的那种，这种侍从的 Sixo 的那一套，就是带龙蛋带这个，嗯、对，持枪侍从配合龙蛋特别厉害。我出一个二，你解不解？你不解我二疯狂踢你脸，你解了升很多二一出来。是，而且对于火药法来说，这个龙蛋还是个非常麻烦的生物。其实火药法的动物园不好打，不过它是后手。一二三，顺出。这边有火药，而且是后手。后面三张全换，找个法爱龙呗。嗯，找点低费法术。有一个奥冲。对，曾经我记得有段时间比赛上面的选手在换牌阶段都是你不换牌，我也不换牌，互相这样僵持着一直到。就现在这种卡组就没有必要去看对方换牌了，基本上我形态。基本上都是知道的。对，我看一眼你的脸，我就知道你是什么心态。看到那边那个黑漆漆的东西，一看就是一个疯狂铺场的。寒冰剑。对，寒冰剑好。寒冰剑捡到飞刀，飞刀在动物园中的威胁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看动物园的骑手很好，你看他三费都有一个小鬼首领，四费就可以黑铁。啊，一二三四顺。一二三四。糊了。小鬼首领就动物园特别难受，就火药法特别难受的。只能奥数最会过牌了，是，赶紧找一些，其实找一些低费法术也不开心。是他找一个法伤也可以解决，就找个火球下位直接砸了算了。哇，哇这么刚，万一对面有一个叫嚣，很亏。不管你什么时候就，应该还是过牌好吧？哇，就你这边就火药硬币镜像吧，镜像吧，这样镜像这样的话，哎呀，没事，上镜像吧。只要能保住这个火妖的话，这把还是有机会的。有希望，嗯。因为他奥数智慧已经过不到什么好的东西了。是我是想就算你这样上火妖的话，下回你只能打两张法术。好，对方海巨人多简单。海巨人抽的太强。这个应该是简简单单丢个海巨人。看到这个海巨人，我又想起盗贼打火妖法，做个巨犯火妖法也没办法。是，因为他自己是不带羊的。他可能只能是交个寒冰剑冻住，以后回合再说。他在考虑要不要竞技仪式吗？竞技仪式接不了海巨人小 tips， 是位置不够。那如果对方场上铺了七个怪，对，那还是可以的。我先竞技仪式，要送到自己的一个怪，我是可以铺海巨人的。这个情况比较少见一点。过牌，要活了下来。要不要先解掉二，然后再过牌？先撞掉二，对，再奥数智慧，然后再奥冲。那可以先奥冲啊，其实。那这里这样的话，火把加奥冲解不掉，我觉得。火把加奥冲，怎么可能解掉？我推荐的是奥数智慧加奥冲啊。那理论上来讲，他如果能把两个一拳砸死就，我觉得这里有点乱打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奥数智慧就浪费了呀。其实我还是觉得三费的时候应该奥数智慧嘛。对，嗯，就你下午可以火妖镜像硬币奥冲啊，因为刚才那回合只有三点成功。其实这里很简单嘛，黑铁叫嚣，嗯，可以吗？黑铁叫嚣吧，可以啊，就把火妖解了再走脸。啊，他好像要铺进集市了，刚解火妖不能想法。哦，也行，对，也行，这样攻击频率更高一点，攻击频率更多一点。必来又龙吧，他开密码宝典我觉得也不意外，因为这个时候特别劣势，可以采用奇招获胜。常规套路已经帮不了你了。不好，哎呀，这个开的三招数智慧，常规套路根本帮不了他，你只能剑走偏锋。死了。死了。一袋黑铁正好，感觉火药法打得有点莽。其实他三费的时候稍微憋一憋不过牌，早到高费的回合，大概四五费的时候，火药硬币加一些低费法术的话，轻易波场。嗯，但是可能那个小鬼首领他觉得比较难受吧。对，是，但不过那个和他觉得比较难受的情况下，他依然使用了火药加镜像，就是小鬼首领打出两下。是，主要是而且火药打得也不是特别好，不过、要打得好也不容易。
因为对方那个小鬼首领真的是火药法特别头疼的一个生物。没错，今天的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我们前面三轮的比赛全部都是以3-2结束战斗的，可见我们今天进入16强的选手们实力也是相距，实力也是没有多少差距的。但我们发现那个非常厉害的选手，是，但我们发现这些卡组就算打了3-2，也打得挺快的。是，真的是相比版本初期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快的比赛了。是的，我们看到最慢的卡组就是奶奇了。好，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